你离死不远了，我操啊！别逞强，有些事儿不是你能管得了的。你敢不敢告诉我，你叫什么？你是老板吗？我是哥，你有什么需要吗？在静月开店，经过我大哥准许了吗？啊！哎，这个人美女吓着。好，我也不难为你，我就给你两个选择：一，就是跟我在一起；二，就是带着你的亲人远离这座城市。你好好考虑考虑吧。明天我再来，走。我也不知道他们是谁，这件事来得挺突然的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别怕，在家等我。谁呀哥呀，弄他。怎么了哥？吵啥呀？出什么事了哥？有人在你嫂子的店里闹事儿。什么人呢？这么大胆。什么人我不知道，但是我李阳知道什么叫做规矩。订票，回家。好嘞，哥。怎么回来这么急啊，哥？是不是公司出什么事儿了？公司没事儿，让兄弟们一块跟我出去一趟。好嘞。对了，我先过去陪他，他一个人来吗？我在修车，马上就到。好。无计更难弄到，错过更到顶，弄走回头。心挺大呀，啊，还抱着呢，找帮手是吗？我告诉你，今天耶稣来了也救不了你。这女的，我想走了，识相点儿，赶紧他妈滚蛋！哥们儿，我问问，叫什么名字？我大哥的名字，你也配知道？你也不看看你自己是什么段位？哥们儿。脾气改改，社会已经教育不少人了。小逼子，你是不是他妈活够了？哎呀，这整的还挺恩爱呀、啊！你离死不远了，我操啊！别逞强，有些事儿不是你能管得了的。你敢不敢告诉我，你叫什么？我是静月，你飞哥。好，我记住你。
今天你们屋里有一头蒜，谁也别想走。都他妈活动了吧，说金岳飞，金岳飞问你了吗？金岳小飞，大小你是个混蛋，但你没面子，回去把鞋给我擦了。